像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，我们要以佛为榜样，慈悲爱护一切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Oh,
护持中华护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施动物。人与人，与世界，与一切生命之间，都有一种连带关系，就像是一家人一样。学佛一定要经常的思维空性，理解体会空性妙理，以突破种种的对立。